全世界听到台湾的声音，也要让 WHO 看见台湾的决心。台湾 for WHO， Health for all。2020年医疗保健指数排名，台湾荣登全球第一。2015年公布的善终品质调查，台湾列为亚洲第一，全球第六。台湾医疗资源国际社会非常多，若台湾能够参加 WHO， 一定可以对国际社会贡献很多。WHO 的核心精神就是 Health for All， 若要让国际医疗体系完整发挥，就应该让台湾加入 WHO。 尤其防疫体系是全球性的，以这次武汉肺炎来讲，就可以证实防疫网不能有任何的破洞。台湾医师工会全联会，就台湾医师会，有50000名医师会员，我们平日带领医疗团队照顾台湾人民的健康，同时将充沛的医疗能量与国际社会来交流。台湾 for WHO，台湾 for WHO， Health for all， Health for all。